敖犬是在我们节目上说要结婚的、啊，你懂吗？你 Q 我当下我是有想一下，然后 Q 你什么？就是跪下求婚啊！你这么好 Q 我、啊？你不是真的觉得感人才 Q 的吗？因为你那时候是说你觉得他们的那个事迹很感人，所以你要不要就干脆现场求婚？请你不要把我的话当真 ，OK？ 我都当真了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